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滴滴代驾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想麻烦确认一下手机尾号是否1355。哦，没错没错，是我脑子有点糊涂，刚才上台前喝了点，肚子的确不太舒服。哟，你明星还是咋的？明星开着低档车，别傻了，海报又笑最小，就是我暖场的。哦，暖场的那也不一般，你看星爷成名前不也曾经摆过小地摊？安全带系好，免得我一脚又把你甩到了窗外。系好了，免得还得送你到医院果硫酸钙。哇塞，你这双鸭咔咔的信手拈。就是年轻的时候爱写诗，擅长后现代。哇塞呀，也不在话下，轻松向库里做个胯下。别夸了，真要睡觉，愿你才是我的爸爸。咱们按导航路线行驶出发 ，Let's get started。Cause life is like a taxi， 行驶在漆黑的夜里，沿途的风景也许和你没关系。不断向前，有天总能到达目的地。我骂你咋还没睡？看几百条微信也没回。公司加班在过广告方案会。不对，你说话自带押韵，难道？还对说唱痴迷，我看你是想把你爸和我气死，回家吃席。这次提案的 PPT 很有想法，而且充斥新的角度，言之有物，形式还不同质。调皮的电话了，老板要给你涨工资。妈先不跟你说，不早了，赶紧钻被窝吧。而我说没说错，上班比说唱有出息多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领导还等你回去开会。明天给你寄几个泡菜，给同事能开开胃。妈妈。哥们儿今天实在抱歉，让听太多的抱怨，这么大还以为梦想可以套现，除了对不起我妈还有我的那个，她为我到北京离开长沙，全忙的给她一个家。 Life is like a taxi， 不知前路有什么惊喜，跟随导航还是选择做自己，不断向前，有天总能到达目的地。这他妈第几通电话了，再打我就关机。哎林总，关于你的挑战、怎么又是这些老梗，又是外形不利于包装，脸太胖太憨不嚣张，明天就去健身，朝九晚五，肥肉练硬邦邦。别这样，公司想继续让你给小犬写歌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这未免太缺德。你们答应老子只写三年，结果又是个谎言。你也知道现在做个艺人有多费钱。但三年三年又三年，陈永仁都能当老大了。年轻人别急着赚钱，再玩几年也不怕了。哎呦，林总，哦不对，丙总。啊什么丙总？谁的 BB？ 这卖画饼的品种不叫丙总，太可惜。上次画这么大的饼，还是蹲头煎饼的阿婆给我。听好，我的名字正义使者戴枷锁，你。从一开始把梦想都白痴，自己盆满钵满赚翻了，开着劳斯莱斯把老师孩子仨瓜潦草打趴了，怎么能忽悠每天吃几斤摇摆海盗船，这年头没时间脑瘫是不是不能当老板。